真心保留在你心里就不错。不要再说了，你没事，你不要再说了。我死人已经没去啊，你平安没当过搞到抓走。我救了很多人，雪莲你也救不了。现在明安我也没办法。他越跟你接近，就越危险，越容易出事。现在变成这样，是。